欸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更尊严的智慧学生证。那其实是我们学生会开发的一个校园 WiFi 系统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林希哲。那我在网上比较常听过这个名字。然后我是学生会，也是 C Cup 的同仁。然后我现在有创一个社团，是台科大的城市设计研究社。然后我先讲一下我们学生会资讯部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。首先，我们接下来要做 Open Data， 我们想要推校园的 Open Data， 像什么选课资料啊、教室的资料，那些资料我们需要学校把它，它现在是 Open 的没错，但是那些资料很难读取，可能是图片，可能是一些奇怪的表格。那我们需要它直接把它变成一个 JSON 给我们，这样学校的一些开发者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那还有一个校园共同平台，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好，时间应该够。那其实就是说，像如果说这边有些是学生，或者大家可能脱离大学还不久，就会有个经验是，你现在可能觉得说，好，宿舍很脏乱，厕所很脏乱。你去跟总处反映以后，他跟你说没有，这是你个人问题，或者他直接回应你说，好，我过几天会处理。然后你过一两年以后，他事情还是那样子，而且他不会有任何公告，人家也不会找你反映过这件事。反正所有事情就是会被学校黑箱在底下。那我们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有一个平台，有一个网站，大家可以上去提案。比如说，要觉得厕所很乱，我就上去提。那如果很多人联署说，大家可以上去投票联署。那如果比如现在学校才1万个人，有1000个人同意你说学校厕所很脏乱，这样总处就不能说哦没有这件事，因为有1000个人都觉得是这么一回事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强迫学校去改善，直接拿数据跟他说，就是大家都这样觉得，然后请学校把他们的处理进度回报到网络上。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是一个关于学生证的故事，就是我们之前有开发过的校园 MAP 系统。那大家可以先想一下，你的学生证可以拿来做些什么事情？比较常见是学校图书馆可以借还书嘛？那宿舍的门禁，或者我新一点的可以拿来做悠游卡，或者做小额付款。但是身为一个工程师，就是懒还要更懒。你想象，当你办的活动是像这么多人、几百人在里面的时候，你的报告要花多久？每个人都用纸本或者用 QR Code 了 ，QR Code 其实算很快的啦。但是，就算 QR Code， 其实像这样400-500人活动，可能还是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做报告。那还有像学校有一个生涯咨询系统，你可以在上面去管理你参加过的活动、听过的演讲。问题是你要自己手动的去输入这些资料，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校园 IFB 系统。那大家先看一下这段影片。简单说就是，我们直接用学生证去做活动入场的签到，大家可以直接刷学生证，然后就可以做签到。那这个系统其实不难设计，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学生证上面，有些人知道，如果你玩过学生证的话，或者玩过悠游卡。你知道那个卡片后面有一个内码，卡片里面有一个内码，我们用这个内码去跟学生资料做对应，内码跟学号跟姓名对应。那大家刷了学生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把他的资料记录在后台，就知道说这个人有来过活动。那其实而且这台读卡机其实才300块钱，就是不是什么几千块很昂贵的设备，所以可以买个10台，然后直接给一堆助师用。那像我们这边是像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直接刷活动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签到记录，其实2-3秒就可以签一个人，所以速度上。你半个小时可以签100个人，而且这个是网络，这是即时连线的状态。如果它是在本地端会更快。那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于说签到速度很快，而是在于说我们可以做很好玩的资料分析。比如说，现在有人在办那个两性讲座，什么爱情讲座啊，我们就会去分析哪些科系比较喜欢来这个讲座，然后还有哪些年级喜欢来这个讲座，1年级喜欢来，还是4年级喜欢来，是不是4年级都已经放弃了呢？这种各种的情况。我们可以分析出来，然后这篇播出来以后，过半个小时我就被学校警告说，那个资料你可以玩，但是不要公开。他说会有人气死。那我们下一步其实要做的是说，我们需要可以做手机界面，现在是电脑的界面，那全部都要用电脑接，然后做 local storage， 做线上的分析功能，还有最重要是我们要做 API。哦，还有1分钟，有了 API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像是生涯咨询系统，可以接上去这个 API， 然后同学登录以后直接看到，没有大学4年参加过这么多活动，我不需要一个一个去key in 我的资料，但电脑上面自动帮我记录。那我们最终模型就是把这个系统推广，把这个系统推到各校，比如说现在 ABCD 大学都有这套系统，那它会有一个中央伺服器，比如说我现在 D 大学办活动，我可以把卡号传到中央伺服器，中央伺服器会广播到 ABC 大学。会管不下去。然后比如说好 ，B 大学发现说这个卡号是 B 大学的卡号，他就再回传个人资料给那个 D 大学，这样我就可以做到说，比如4间学校同时办活动，那我们4间学校也可以用这个系统，或者说是现在是 GEP 办活动，可以直接开一个大学生报到轨，然后大学生直接从那边入场，也不用念什么学生证，然后资料也都有，也可以做后面的日期。然后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这个信箱找我，或者是这是专案的原始码，好，最重要是这个，是吧？
就是他可以做社科签到，然后做自动笔型，没有来就自动笔型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。